你比栾副总现在高半格。小栾，你马上称呼就不一样了啊。龙哥，咱走啊，咱上来商量节目去，一会儿再说呗。我这打电话呢。明哥，明哥，啊，我们要睡觉了。不是，咱弄商量商量活，兄弟，商量商量活。我这头疼了呀，这。你看你怎么还头疼？你刚才蹂躏我来着。不是我那个，不是你先歇会儿，好不好？你琢磨琢磨，咱一会儿演啥？完了，你待会儿过来问你，好吧？你这出门把门带上啊。哎，行。走，咱弄弄活去，走啊。等会儿去吧。你看我这脸有点过敏了。不是，我俩聊聊我这脸的问题。805。行，我待会儿那个我整整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多休息啊。啊。走啊，弄活去啊！不去了，哥。你咋？你不演？能不演？我难得跟狼哥一起待一会儿。我真的，我跟谁都行。我不是你，我叫一圈了，叫不动啊！没一个去的，没喊动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有这牌位了吗？我有这牌子吗？这牌位不是挺横的吗？小栾，哥，你说他们好使，你比我高一级啊？不，但你不我下属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下属，你不得那个配合我召集他们呀？你帮我，我现在啊，我求你了，我现在配合你，先轰动一个，再说另一个。我搀着你，不用搀着，我搀着。哎，栾平能进去吗？请进，哥哥。快进，哥。这栾哥来了，我得起来接呀。哎，二位受累，咱805，咱给人弄弄节目去，好不好？你听听，这叫领导的口风，对不对？刚才说的比这客气多了呀，我这个。有人吗？有啊，805。啊，805。哦，走。上线，哎，栾哥，走805，走。哎，你这，栾哥喊半天没听见是吧？听见。我守一角吧，守一角，我就这儿了。COO， 你看我坐哪儿合适？您坐中间。我坐中间了。你知道你们那屋是什么吗？啊，我们发发好心，拿一手捧一堆蚕豆啊，论捧豆啊。你仨使论捧豆费死劲，仨人怎么使论捧豆？那论捧豆吗？但是没广告呢，还。那咱就不不是，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门子，咱想复杂了。行了，咱一个四个活，咱们猜对仨了，咱们。然后咱们在这屋，咱们再看一看。咱再看看。他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挺聪明，其实我跟你说，他就是让师傅喜欢。这您放在节目里吗？我必须得说这个。好，来选吧，选一大罐就代表选搭档。那我就短平快，也没有什么可悬念的，我就他呗。哎，漂亮，但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前面那俩他不喜欢。这个明显被挑走了。这肯定栾平挑走了，对不对？就怕碰上爱徒。儿徒就怕碰见爱徒，知道吗？主要谈容易打死对方啊。这是相爱相杀，你知道。怎么样，精彩不精彩？哟，我算他算的一门灵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哎，我挑的是灰的。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绝对是嫌我这个热度不够。我最怕和他搭档，他自己挑走了，多好啊！真的，为什么你那么不愿跟我演？你说话聊天啊，说话没包啊？不是，你乐意跟张伦搭档吗？张鹤伦啊。张伦是谁啊？啊，张伦是谁？从他们桌上抢一嘴子。我说我们咋来哟？哎呀，牡丹哎！哈哈哈哈哈！愣抢啊！好，又来一位，哎，好，哎。杨姐了，你就跟人聊会天吧。行，哥。
不参加了。一会儿我想快到的时候，您往我那，您跟着我上那边去。嗯，这也没说出什么，你们这都对他没意见是吗？来吧，烧饼，你来吧，你给来点狠的。不是你，咱先说你负责德云社副总这个位置，你是负责什么类型的副总？德云社有好多部门呢，您算哪个部门副总？小卖部。我觉得他这副总有几点做的不好，说来听听。第一啊，就说这个演出人找咱来了，比如说这一个活找人岳云鹏了。哎，这架没谈拢，往下还能发呢，咱别让这活跑了。哦，那我说两句。哎，好吧，比如说找到了烧饼，不提价拢不拢，绝对不能拿差的去顶，宁可这钱咱不挣了，不能倒德云社牌子。还有对这个业绩问题你全面了解吗？咱们德云社去年一共演了多少张演出，这个商演有多少，小剧场有多少，每个队每个月的业绩是多少，你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？你怎么知道我各个小剧场不值我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各个队的票房我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你张嘴就这么说呀？你经过调查了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来吧，提吧。这谁还敢提呀、啊？这都提出这一个，好家伙，栾哥劈头盖脸一顿，哎，我觉得应该表扬烧饼，对，他敢说敢问，这就这劲儿，对，挺好。栾平第八，饼不按那来，行，栾平第八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行，反正我不管观众乐不乐意，我挺开心。乐成那样了，对，至于不至于？猜猜老秦的啊，网红啊，你看往里看，这跟周景阳一个地儿叫的，这你们这他都有白头发了，可不，这孩子七十多了。栾平第八，我看见了，给他启发了，他敢写栾平第八，他就有包袱了。我觉得这样是对的，栾平第一，就都是第一，所以顺治位呢，我就是第八了。啊，他全并列啊，全第一啊，嗯，自己第八。完了，栾哥，挺有意思这个排名。你看，你这有没有可能给秦向前第八？有，他干得出来。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这不是周九良啊，就是孟唐写的。栾元平第八，这很有可能是烧饼宝宝写的。那不用客气，烧饼第八，烧饼第八，他自己第七。这笔他们也做手脚了是吗？那咱们就把栾元平推上风口浪尖了啊！第一名肯定写栾元平了，第八名肯定是烧饼。孟鹤呢？怎么少一个呀？你跟他塞进一张去，我跟他去看去。我新鲜啊！我怀疑你把人家都看了一遍。注意张。哎，不，你要这破坏规则，我讲啊，他还真给看了。哎，那他作弊了啊！而且我先是这样的，一到这栾平名被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周国杰，去，这怎么全出来了？哎呀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箱子坏了呀！把箱子拆了。我先说，如果要是这种不合规则，那就算废票了，那就是没有了。
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写的，这等于说除了萧协第八，其他都是第一啊？这谁写的？这肯定是他写的呀。你写的呀？啊，他怕得罪人，这就挺有意思。怎么还太实诚？那这你们俩这就算废票了，那没办法了啊！你们俩就算废票了，我这人给我划了，我凭什么算废票了呀？他为什么划你啊？哦，对，这不赖你，不赖你，还会。现在这谁弄的？这是不是这个没在选举的时候我就弄了？对，上来就划了，你就一来这咔，先给人划了啊！我以为划着玩呢。你平时划着玩，你不划你，划你玩，划着玩啊？这个录了这么些期了，就是大家其乐融融的这个感觉呢，让粉丝们看到了，然后也并不是像他们传的谁跟谁不好啊，谁跟谁又有矛盾，谁跟他又不在一块儿了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是大家玩的都很好，都很团结，然后自己呢就是也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缺点呢，以后再慢慢进步。对，反正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呢，跟小月呢也接触的时间也挺长，我跟小月尤其录完这个第七期之后啊，然后人也说我跟小月是不是关系不好，或者小月跟我关系不好，其实根本就没有，我们俩人肯定会这个团结一心呢。小兰跟我说，哇，这个包袱真好，这句话我记一辈子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夸过我，在我心里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造诣比较高的人，他下来夸了我这句之后，我那会儿觉得我特别好。我们俩人肯定干好各自本职工作，帮助德云社再创辉煌。嘿，有个副总的发言状态是吧？嗯，太好了。嗯，哎，他竟然能觉得自己玩的跟大家伙还其乐融融。这个终于让他给怼了，这个而且竟然没反抗，竟然低头了，哎，不容易啊！不是证明这个稍不能说我一嘴呢，就证明大家还是其乐融融的。